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想考验考验我们今天的筑梦嘉宾，你们身体的柔韧性怎么样？来吧，捍卫自己柔韧界女王的时机到了。反手，反手摸肚脐是吗？在，肚脐在哪儿？好，哎，是在这儿吗？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说我的肚脐在哪儿呢？接下来我们请宋宁给我们做一个同样的表演。你也很瘦啊，你有什么觉得自己柔韧性最强的动作？反手捏肚腩也可以。反手反摸肚脐，就是大家可以做到的是这个手背啊不翻回来。我的肚脐在哪？看得到我的手吗？看不见，也看不见肚脐。